系难得又喺度见面。谢谢你23号过嚟我哋嘅工作坊，系咩风吹你嚟？我谂最大推动力都系水池老师。OK， 你上过佢啲堂？我上过佢啲堂，咁啊，亦都我有留意你哋之前有几个即系唔同嘅活动，一直进行紧嘅。咁嗰啲都系我见到你哋咁仔细去研究，虽然我唔知道研究啲咩嘢，但嗰样嘢系令到我好想去参与。你介唔介意先介绍下你自己先啊？其实我是个太极教练嚟嘅，咁啊，我唔识得做戏嘅，因为我上一次做戏已经是6年班嘅时候啦。咁一直都是喺 movement 喺修行去努力嘅一个人啦。咁啊，太极我都打咗15年嘅啦。咁由太极开始令到我明白一些功夫的原理，再更加令到我推动到我去理解多一些究竟动作背后可以带到什么，无论是给我或者给其他人。由这个过往令到我去上水池老师的堂。水池老师有一次过来教堂的时候，我一步就报了8堂。Okay. 正常上佢堂其实上个半钟就好辛苦，但我上8堂系我一日上3个钟，咁我觉得我可以连续咁样上到4日嘅话，其实都系即系好值得庆幸嘅一件事啦。咁你点样睇嗰即系上水池堂嘅身体经验，同你打太极嘅身体经验，二者有啲乜嘢关联性？其实打太极一直都需要两样东西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去求一个力量，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力量可以去借地下，即借大地，也都可以去借回自身有的一样东西。但在去到这个目的之前，其中一样东西就要松，要可以令到这样很尽情去放松。那个放松我们叫松而不懈。水池老师呢特别的地方在他上过他堂都知道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热身其实都是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洗走，因为要完了这个热身他才帮我们去做身体调整我们个本身个肌肉的真正的力量。所以变了 在这个情景里面的话，就是我怎样去借地下的力去放松，还有我怎样、就是、去发劲，和我怎样可以用得回我自己本源的力去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水池老师在这方面很帮到我手。但第二点是他其中有一个练习是他帮我整个人接埋的。接埋不是就弯腰，是将里面有的气都呼走了，而呼到没得再呼的状况底下去接埋。咁我第一次感受到呢种咁嘅接埋，因为喺太极嘅路上，我唔系做太极导引啦，太极导引有可能会多少少接埋呢方面嘅方向，但系喺水池老师嘅帮助底下，我可以去做到呢件事。咁我第一次知道接到去边先系我自己嗰条脊骨，即系最本最基础嘅样嘢。咁喺里边我明白。原來我一直最大的抗力是對自己的對抗，啊、所以在他的課堂我是一步一步地去深入。我覺得在這件事上對我的太極幫助是大的。其實挺有趣的，你發現說、就是、你自己對自己的一種對抗，而同時之間你又在學太極，兩件事好像相沖一樣，會不會？我覺得是太極在不同程度的即轉現下去的話，其實你會更加接受到自己，更加會接受到自己，因為你會明白你自己是什麼，是因為你不明白自己是什麼的時候，但是你接受不到自己。會不會覺得我們現在現今世代的文化呢，很少人會好像你這樣對身體這個本源有這種
莫大的好奇和愿意去投放时间去钻研去理解它。 我觉得是看不同的人的，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其实有很多人，无论是做瑜伽，无论是跳舞，无论是做 movement， 其实是或者健身都好，他们都是花了很多时间精神能力去做那方面。所有我讲清的人，有可能他们只是 part time 去做这件事，有都不是 full time 去做。但是 我见到，即我认识的圈子里面有很多人是每一刻都很上心去做，无论他做得好不好都好，他会给自己有一个进步的空间，亦都有好好的反省去推动他去行这部分的事。在这部分他们不是中国传统的纯粹修身，即不是纯粹养生的一个概念，他们有其他不同的范畴去牵涉到。你介不介意讲你的职业是什么？就是教太极。就是教太极。我这个直头是你的职业来的。是职业来的，是啊。Okay。 都很不简单，是吧？都咁，我觉得可以即系入到去自己喜欢嘅范畴，其实系好难好难嘅一样嘢，所以我珍惜咯。系系好啊，又难得我哋有啲好唔同背景嘅人嚟参与我哋工作坊，有多啲可以分享唔同嘅体验。嗯，可唔可以讲下嗰日嘅体验系咩？你23号嚟到我哋呢个开放工作坊，嗰日我哋经历咗三堂课啦，即系三个嘅活动啦。我哋有经历用水樽去吹翻个声音出嚟，去感受个气啦。咁又泉水啦，即系唔同形式嘅将喺杯里边嘅水去泉落去。咁啊，亦都有最后尾我哋去睇翻一个相嘅幻灯片放映。咁啊，我自己经历嘅体验系，我看到很多的反省，那件事是我很开心，是你们啦，就是迎风你们，就是作为去 host 那个会的人，里面的研究员，就是大活动的人，还有里面的参加者，就是你们所谓的疫症者。在这三个不同的活动底下，大家都有提出他们的观点，还有可不可以将发生了的事更加深入去研究。我对那件事是很珍惜的。那对你个人来说，你有什么反省？因为我刚刚我来那天，其实就之前的四天我都是在禅修营里面。那禅修营其中带回给我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状况底下都是在不同条件配合底下才会发生一些事。那他在这里讲的什么一回事，就是无我。因为我的构成是基于所有非我的因素合并在一起，所以其实我在里面这一刻和后一刻都有不同的原因底下的话，就是我是基于一些不同的条件去符合的。那话到给我听什么一回事，第一是原来那些条件在那刻发生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或者 是大地可以给我最好的一个回应。咁，所以喺个课堂里边，我对无我嗰件事系继续去深化落去。我嘅无我只系基于一样嘢，系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吹得响个樽，系基于唔同嘅条件，系个樽嘅形啦。学得你哋讲嘅话，就系、是、我一个人表演嘅时候，大家去睇我嘅眼光，令到我心神比较紧张，会影响我点样吹啦。我摆几多气，我集中喺边个方向。无论在 technical 的层面或者不是 technical 的层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去构成这些条件。如果我理解到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会更加明白我做了什么事，或者我在我做了的事里面可不可以去了解这些条件，那后面推动我去什么，是更加尊重其他不同的人。我们尊重比较难去尊重一些人，是因为原来我们不明白在他发生或者无论是说话行为里面，他是背上一些条件去产生。那我们有没有理解过这些是后面怎样去令他产生这些条件，令他达至可以去一个沟通的层面。
咁嗰個係我喺過程裏邊嘅反省。你喺香港出世長大，係啊係啊。有冇發現喺呢個咁嘅地方，能夠可以好似你咁樣擁抱緊一種咁嘅追求，其實好唔簡單，亦都好唔容易啊！我好感，即係我好感謝咯，我好感謝我一直遇到嘅老師啊、同學啊咁嘅狀況咯。咁你點睇周邊啊？即係當你頭先講緊，當世代一路好講我嘅時候，你頭先講緊無我依件事，我諗對一般人嚟講，依件事係好難想像噶嘛，係嘛？又或者好難去理解佢背後嘅意義。係咯，因為我會用理解多啲，因為理解，因為其實嗰樣嘢係你要有感受先有體驗，咁係究竟有冇？一些多一些的狀況底下 去感受到原來什麼叫做我呢，或者 是究竟、可以理解多一些每一句說話每一個思想後面是有什麼意識去做這件事、啊、所以變成如果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我不夠膽說不用，因為我覺得是其實大家都是向緊呢個方向 去進發緊嘅，不過用不同的方式去拆解別人哋嘅思想比較少，用呢些方式去反問翻自己的思想。你講得好好啊！我又想好好奇，咁你點樣睇嗰一次？大家，我想你都經歷過啦，係咪？一杯水傳遞的練習。咁當你其實同一個練習上邊，其實係可以不斷去做，每一次做你都會可能會發現到一啲好唔同嘅事。當日你做依個練習嘅時候，你有啲咩經歷同發現？嗰一日我傳嗰杯水啱啱喺你側邊嘅，每一次都係你傳。我第一次遇到一個即係喺我側邊嘅。是可以咁好奇去處理杯水，因為你每一次傳俾我嘅方法嘅形式，個手指幾時拎走，去到邊一度去停，都唔同嘅。咁嗰樣嘢係，你唔係令我去感受到係，哦，原來有新嘅方法去做呢樣嘢。你令我去感受到的話，就是如果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杯水的時候，究竟我在想什麼？就是我不是去反思，我不是去反思的是我還有什麼方法去玩這杯水，而是究竟杯水再來，我是在想什麼？我是不是真的放在杯水裡？放在杯水裡的意思不是說究竟我會不會倒瀉杯水？我都有倒瀉杯水，但我擺在一個意識，即係擺喺杯水嗰個意識上邊嘅話，就係、是、就算我倒瀉咗杯水都好，我下一步我係咪擺翻個焦點，擺翻個呼吸，跟隨住個杯水？咁我覺得最令我感動嘅一刻係唔係將杯水機械化咁樣去傳遞咗俾側邊？大輝在我旁邊，我不是這樣去傳遞給他，而是在最令我感動的時候，有一刻我拿高了一點點水杯，是水平面這樣去看著水、原來在不同角度去看回那杯水的時候，已經不是就這樣一個工具那麼簡單，杯水是好像水池老師一開始有說過的話，就是其實水是裝了祝福，這個是一個正面的，但我們就是杯水，拿到一個視覺令我看到杯水和水平面的時候，我代入水裡面的感官是強很多，令我去反思回水是怎麼來的，是經歷了幾多不同的渠道，經歷了幾多不同的風雲變色，在宇宙某一點再帶回來這杯水。那我覺得如果有一杯水可以去感受它的源头的话，我里面即 有感谢的那个心会更加重。我不是
我唔係可惜究竟一杯水我點樣倒瀉，而係我珍惜嗰杯水點樣嚟咁樣咯。好好喎、啊，你能夠可以即係咁樣同自己一路建立緊一個對話，其實回應緊我哋依次個計劃強調緊話行動研究嗰件事，就係透過做嗰個過程咧，去研習去發現啊，而唔係好快已經將一啲嘢定咗性。啊、因為我都好記得你每一次接嗰種感覺嗰種能量、我覺得是一個很特殊的一種關係、如果從一個這樣的接觸去延伸想像回、文化的建築上面，你會有什麼聯想？在今天我們的文化上面，你覺得我們是不是缺少了一些東西？我不夠膽站在這個觀點說缺少了，因為我都是在那個文化以內的一個人、嗯啊、即如果 我好像以一個第三者覺得我在這個文化差了什麼，即我沒有努力了、okay. 我沒有做好那個部分，那 我去看的角度是我怎樣跟你對話、嗯、即我怎樣接那杯水，因為我們每一次接的時候我究竟會不會碰到你的手，或者你究竟想不想繼續去行你的軌跡，我對你的信任有多大，令到你可以完成到你的軌跡的時候，亦都可以安全到交託給我。那我覺得那個對話就是 我最有興趣 去在接水那一刻去發現的一件事，就是其實原來我想所有東西都是我想的我想所有東西都不是你真正在想的東西，那個 self projection。我覺得這個 self-projection 某個程度，如果你去想回一個文化成傳的時候，你會覺得、兩邊好像有一點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我在說我的說話，我在想人家怎麼想，一個是我 要想完一件事而將它可以放在那裡，而令人知道究竟這件事可以怎樣成傳下去，怎樣銜接下去。所以我會理解了第一步先，我會理解了第一步是我和你之間非言語的對話如何對話。其實又會不會是在乎你的心放在什麼位置、會一定會是、啊、在這個過程裡面你怎麼看自己移動著，有沒有移動到這個心和個身體之間和個杯水之間的關係？我有玩的，即我有玩，我會將自己的肩胛骨放開或者裡面會不會多些東西去轉， 我有玩這些東西，但你問個心其實都 很明顯的，因為如果你的心 我都有個心飄走了的時候，飄走了就咦我看到對面擺下一杯水 在那裡等塞車，我又耐不中看看、啊、究竟水池老師是怎樣接水呢，我覺得我一有了這種這樣的察覺的行為，其實我就不是放在我自己手頭上做的那件事那裡、我沒有責怪我自己，但是我只是說、哦、原來我存在在這一刻去接水的心念的時候，心就在這裡了，這樣的狀況。所以 我沒有批評是心身不一，因為我覺得心和身不一是很正常的一個人的行為，但如果心身在的時候，我去珍惜，我去感謝我有這個這樣的時刻的話，或者去 provide 這個環境給我可以 有一刻心身在的話， 我已經覺得是 很值得感謝的一件事。又是回到去觀念頭這件事件了、都是的，因為都是在那段時間我都是在觀察人自己了。Okay. 第三个部分呢，阿君翰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两个礼拜，都不是这两个礼拜，他这个礼拜才来了香港、走了出街的一种体验，你用个摄影机记录了下来。我那刻我很感谢你 去提出一件事是、原来我们去理解君翰的观察是理解君翰揸住相机的观察，因为我没有揸过相机。Okay. 我在任何的时间揸住部相机去观察，你提出了这件事，在我们完结了、
即大家的回饋的狀況下，君漢開始講他那個核的想法，究竟什麼叫做氣呢，在他那裡，或者是將相他怎樣去交託低給我們去 interpret， 而那些 interpretation 怎樣回饋回去可以去做些什麼。我覺得那件事是 很精彩的一件事，因為精彩的地方是他提醒回我一張相裡面去，即氣對我來說是一些invisible 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有不知道，因為它是 invisible， 那究竟怎樣去 measure 的話，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尺，但我很少有機會聽到一個攝影師在不同的角度去講他做那張相的時候，或者他播放那張相的時候後面有什麼想法，那我覺得那些想法的分享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大的事是因為已經不是在這一刻那麼簡單，即不是只是一個社會那麼簡單，而是究竟一個攝影師、一個觀察者在一個歲月無論任何狀況底下怎樣去觀察一件事。所以 我覺得他帶了一個 很深刻的分享，就是他的分享是比那件事就這樣比我的震撼是大的，因為我在看他的片，我在看他的音樂加上他的片，很多時候都回去運動本身當日發生的事，但運動以外他想行的一些路線，或者他有的一些背景、一些過往，是 我沒有考慮過的角度，他令到我擴闊了去看一張相的角度。有沒有想過我們很多時候譬如說打太極，我們只是回歸到去自身是嗎的一種很深層的一種閱讀體驗，但是當我們同時之間在日常生活，包括進入這些運動的過程，在群集的空間裡面，其實我們又怎樣看自身的在場呢？我們怎樣看自己那種氣態呢？還有說我們是被周邊的東西已經 consume 了。我明白你問這個問題， 我會理解你問的問題是其實怎樣可以將你的收集日常，即 你的收集在一個、天朗氣清的環境底下一個人的時候是很靜心、很平和，有很多發現，但如果在另外一個外面很多不同紛爭紛亂的環境底下，你可不可以維持到這個收集？即如果我理解剛才你問我的問題會是這樣，那我的答案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課題咯，是究竟外面的環境是怎樣的時候，你入到去跟個環境同在，同裡面有 interaction 的時候，你可以了解自己幾多少。所以觀察自己的課題是沒有減的，反而是增多了。但究竟怎樣去跟人去，我們說的是跟自己的相處，跟人類的相處，跟天地的相處，跟不同時空的不同時空的自己的相處，即每一步不同的相處。如果在這麼多不同的相處底下，你都可以觀察到自己的話，那我覺得那個是很有趣，也都是很值得的收集課題。好啊，最後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又可以很不簡單，因為我很期待看看你怎樣跟我們分享。我們的 project 三個字，觀、聲、震，給你來說它分別有什麼聯想啊？可以觀的範疇是可以很深入，很深入是可以去回自己很深，但也都某個程度的話，因為在每一日很平常的東西裡面找到它深入的，我不知道是找著那個深入地方是要一定要跟自己有連結，只是沒有連結，但我覺得 都不重要，是怎樣可以撥開一些障礙，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声对我来讲是我收集的一个课题，我的声乐很差，我的音乐感是没有的，因为我的耳仔不是很灵光，
但是聖靈到我回想翻觀世音，我要有慈悲去幫到不同的人，就我要深入地去聽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要。那我要怎樣去聽到這件事？我那個聲音 是其中一種觀感，還有很多不同的觀感，有味，有耳覺，有觸覺，有這些不同的東西。但是究竟當你觀察著自己也都接收著的時候，你可以保持在哪一個狀況？那個是我會反思的一個問題。那陣是當然擺親陣都好像在準備進行攻擊或者準備進行防禦的一個狀況，但陣給我是 Alliance 就是 一批人 在做這件事，因為陣是不會一個人可以去，當然一個人你可以自己擺自己的陣的，但是講緊係你都係利用緊、運用緊唔同嘅嘢去做緊呢件事，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陣就係一個同盟或者係共同體去做緊頭先我講嗰兩樣嘢。最後嗰個問題去延伸就係講到你頭先講得好好嘅觀星陣，即係嗰種聯想。如果假如我哋話唔係煞有介事嘅一個藝術平台去講佢嘅時候，我回到去翻只係日常生活。你覺得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層次去迎接這三個世界？其實真的很好玩的，即是你搭地鐵好，搭巴士好，你做到剛才那三樣東西，是你怎樣去內觀，你怎樣去聽不同的聲音。我那一天全日都不是看自己的電話，我只是去聽不同的聲音，去聽個聲音後面有可能我可以去再觀察我聽完這些聲音什麼反應。咁個陣嘅話就係會行一步，你可以再諗一諗，係你同唔同人嘅連結喺邊個範疇？我哋和嘅地方喺邊度？我哋有啲咩係我同你都係一樣？因為我覺得好難得係你每一日去唔同嘅地方都好，你見每一個人嗰個機緣已經好難得。而如果當你可以訓練到或者可以看多一些他跟你共同的地方的時候，你對自己的行為或者對自己 在這個生活上的那個使命，你會更加明白多清楚。好啊，謝謝你今天好像又給了一些功課。多謝你，多謝。好難得你星期六已經離開香港了。是啊是啊是啊。去哪啊？我去，今次我去马来西亚。哦，你去不同的地方教课。今次 我有些课堂我要在那边去上，但就不是教课来的。OK,OK。我这边很难得一边教一边学。是啊，我希望到时但我13号我都来不到，但我希望如果即第时你们的活动可以再有新言，我可以参加。是啊是啊，keep住你。我们只是剩下一组而已。即係最後一組就是八月到十一月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如果你時間啱嘅，歡迎你再嚟，因為好難得。多謝。OK， 謝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傾偈。好 ，OK， 好，保持聯絡。好，拜拜。拜拜。